肚龙适合八号饼，我是23号，怎么办呢？竹叶青，21号，请让我和钻天猴一决高下。看作弊。那换给你好了。误会。这是哪来的疯狗侠？谢谢你的支持。我的地板呢？你看，天上有只河马在飞。谁是六号？我是六号。看看谁敢跟我比。各位参赛选手，各位观众，今天是决赛的第二天，哇，真是个好天气呀！万里无云，鸟语花香。而今天上午的决战即将开始，选手们，你们想成为圣兽吗？来吧，撸胳膊挽袖子，上吧！这场是决赛的第二场比试，旋风爪对铁甲，比赛开始。小猫咪，遇到我，你这次完蛋了。哼，跟我斗，你也配？看来你还不了解我的实力。哈哈哈哈。看来这次旋风爪遇到对手了。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眼睛被闪花了，没看清。果然都是高手。我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天下第一捕快旋风爪果然厉害，可惜你是伤不到我的。我这副铁甲刀枪不入。我看你还是跳下擂台回家去吧。怎么了，小猫咪？你的爪子现在很疼吧？就凭你？看这动作，他要出绝招了。高高在上，威风八面，天下至尊。旋风爪好厉害！没有谁能在我爪下逃脱。此次比武选拔圣兽点到即止，更不要伤害观众。他们的死活关我什么事？只要能获胜，我会不择手段。旋风爪，快停下！圣手手下留情，我认输了，想招兵啊！太晚了，接招吧！比赛结束，铁甲摔下擂台，本局旋风爪胜。旋风爪，你这样做太过分了，差点伤到大家。那只能怪他们运气不好。不会放过你的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太
太危险了，在台下都不安全。圣兽大赛果然精彩激烈。是啊。好，现在时间已经到了，观众的热情像气温一样开始上升了。红衣红衣，太棒了！接下来是决赛的第三场比试，不过千万不要毁坏赛场。哆来咪和大壮的对决。我只能说，这是一场实力相当相当悬殊的对决。第三场对决开始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哆来咪，加油！哆来咪，你一定要相信自己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啊！耶耶耶！加油！哆来咪，你这个偷圣旨的小家伙，这回在擂台上的表现会不会让大家刮目相看呢？他们体型差别太大了，哆来咪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嘛。感觉大壮只需要吹口气就找不到哆来咪了。哆来咪不要怕，加油啊。小不点，大不点。你这么小，还是回家去吧。老鼠也是有理想的。哆来咪，小心！小小的哆来咪都有这样的勇气去面对，我又怎么不能像他那样呢？得想个办法对付他呀！有了！我的皮肤比铠甲还要厚，你居然想咬我！疼死我了！给我下去！我的小小小个，哎呦！疼死我了！哆来咪，加油，加油啊！找死的小不点儿！啊，哆来咪，小心！不是比武，是拆房子。就是嘛。小不点，你逃不出我的脚掌心的。哆来咪，现在绝不能放弃呀！鼻子收拾你！我赢了！什么？这哆来咪哪去了？哆来咪不见了！哎呀！哆来咪原来钻进大象的鼻子里了！果然是人小鬼大！这是怎么了？不要，好痒啊，好痒啊！怎么了？受不了了！哎呀，受不了了！我不行了！哆来咪，你太棒了！好样的，哆来咪！哎呦！
哆啦咪，坚持住！我不能放弃。什么？第三场对决，大撞上！唉，可惜喽。哆啦咪，别难过，你已经尽力了。哎呀，真可惜，这只小老鼠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感动啊。本次比赛的题目是念，这差距有点大呀。哇，太厉害了，简直是所向无敌。千里眼，你看到个蓉，也太寒酸了。土豹子还想当厨师，青苹虫比吃了人参果还舒畅啊。第五场，九号追风对十号沙里飞。啊，人呢？在下沙里飞。我看你还是跳下擂台回家去吧。这次旋风爪遇到对手了，我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他们的死活关我什么事？只要能获胜，我会不择手段。呵呵，小不点儿。哼，大不点儿。第三场对决开始。哆啦咪，你这个偷圣旨的小家伙，这回在擂台上的表现会不会让大家刮目相看呢？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下面的这场比赛是关乎国计民生的。快点，别造点气氛。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吃饭问题。到底谁能做出天下最好吃的菜？究竟谁才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厨？决赛第四场的比赛是厨神的对决，由大肚蓉对河马大胃王。本次比赛的题目是面。现在先看看选手们都准备了哪些食材。哇，大胃王准备了众多好材料，鱼翅、鲍鱼、松露、鲷鱼汇聚一堂。我们再来看看大肚蓉那边怎么样了。大肚蓉，给我们讲讲你都准备了什么。现磨的小麦面粉，我自制的腌菜，刚刚采摘的野菇，还有今早摘下的青菜和大葱。这差距有点大呀。也太寒酸了。大肚蓉只有些山野杂菜，这哪有鲍鱼好吃啊？各有各的特色嘛。静一静，比赛时间为一炷香，现在开始。千里眼，你看到的蓉，还在揉面，不是吧？大肚蓉，还磨蹭什么呀？快点儿！时间过得很快，两位选手加油啊！还在揉面。就慢慢揉吧。大肚蓉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快，我再快。时间到，比赛结束。哇，你看那碗好精致啊。哇，大肚蓉加油。
切，做这么个破碗。土豹子也想当厨师，只看碗就比出高低了。那么试吃开始。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厨艺吧，极品至尊黄金海鲜面。哇，好香啊，真香啊。好香。光看这只碗就让我流口水了。面能做到这种程度的话，厨艺非同一般呢。请品尝。各种海鲜精华的浸入，已使其变得晶莹剔透。味道嘛，比吃了人参果还舒畅啊。只有顶级厨师才可以做出这种味道啊。不错不错呀。那是当然。接下来大肚蓉，快让我们尝尝。我做的是汤面。汤面这汤面这也太普通了吧。请品尝。这感觉竟然这么真实。一草一木，一花一鸟，一种记忆的味道。这味道好温暖，好亲切。家的味道，是我的手面的味道。能触动人心的面条不简单呐。你们都很出色，不过有个问题要回答，你们做美食的初衷是什么？当然是刷新美食极限，成为三界第一厨。大肚蓉，你呢？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吃得开心。哦，吃得开心？没追求。美食是属于大家的，连寻常百姓都吃不到的美食，怎么会是天下最好的美食呢？是这样，说的对，说的对呀。我们吃不到的，怎么能叫美食呢？大肚蓉，我宣布第四场对决，大肚蓉获胜。各位观众，刚刚的美食大战让我们大饱口福，接下来将会是让你们热血沸腾的比武。不过是舞蹈的舞。有看头，有看头。第五场，九号追风对十号沙里飞。人呢？原来在这儿啊。在下沙里飞。切！这做的是什么呀？做的是什么呀？难度系数挺高，就是看得没啥感觉。是哦。哎呀，高手！有请九号选手追风上台比试。好，追风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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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，我知道了。嘿，大家好啊，我是追风，刚才沙里飞跳的那种舞，我可不会。哼，你当然不会啦。不过我在西方学了一种舞蹈，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。哇，是什么舞啊？不知道，好期待哦。它不光能健身，更重要的是它会让你感到开心。哼，只会耍嘴皮的家伙。
你们还等什么？一起来跳吧！霹雳虎，我们也去凑热闹吧！好好，快走。两位选手在刚才的比赛中都展现了自己精湛的武艺，但是胜利者只能有一个。我宣布，获胜者是……我输了。跳舞是让大家感到开心，我没有做到，可是你做到了。我决定退出。好，我宣布追风获胜。叫你这是犯规，不越危险。知道了，可真啰嗦。再来。比赛已经结束了。他是钟狗侠。你是何人？看刀，嗨！月亮出来了，我要变身啦！冠军，全都是冠军，我抗议。